乌力格尔畅想的这片土地，草丰水美，骏马飞驰。高格华堂的砖瓦见证着草原重镇的繁华过往。当潮耳的乐声融化在草原的风中，浩瀚长空，春山秋水，浸润在科尔沁右翼中旗人的生活当中，描画出绚烂夺目的色彩。每到夏季，科尔沁右翼中旗土列毛杜镇的哲里木山绿意盎然。从高空俯瞰，哲里木山脚下的十一个白色敖包呈放射状连成一个规整的圆形，宛若草原盛开的花朵。年过八旬的包白因特古斯老人，只要有时间就会来到哲里木山祭拜这些敖包。在老人的心里，敖包承载了蒙古科尔沁部重要的一段历史，科尔沁等四部时期会盟。科尔沁原意是指成吉思汗卫队中专门披弓挂箭的战士，也就是弓弩手。蒙古科尔沁部是成吉思汗的弟弟神射手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十五世纪，科尔沁人的一支越过大兴安岭，注目于嫩江流域，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明代，由于各部不相同属，蒙古贵族为了商讨重大事情，往往选择水草丰美、交通便利的地点举行会盟。今天的科尔沁右翼中旗科尔沁草原，就是举行会盟的重要地点之一。清朝设立哲里木盟，命科尔沁诸旗定期会盟。哲里木盟会盟的地点就定在今天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哲里木山脚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永江长期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在他眼中，哲里木盟会盟地点选择于此，映射出科尔沁右翼中旗深远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科右中旗啊，所在这个哲里木山这个附近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交通中心。在古代啊，在辽金时代啊，就是北方各个民族啊，这个相互交流啊，互动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枢纽。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图什叶图旗呀、它自身的这个历史地位，所在的这个旗地位都是最高的。清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哲里木盟得以建立。此后的两百余年间，哲里木山下定期会迎来草原盛会，各旗首领纷纷前来集中议事，同时也是草原上物资交换和信息交流的盛事。而清朝政府也会派遣官员亲临检阅。
会盟呢，这个其实在历史上，在蒙古的历史上，从元代一直到明代，都是处理蒙古各部政务的，具有行政职能的这样的一种形式。2000年，科尔沁右翼中旗人民政府决定通过复建哲里木盟会盟敖包，恢复当地的历史文物遗迹。包白因特古斯老人承担了哲里木盟会盟敖包复建的重托。尽管已经退休多年，包白因特古斯老人每年都会来到石旗会盟的敖包，表达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深深敬意。山东的那个济南坡，这些那个石碑啥的都是搁那儿刻的，搁那儿做拉回来的，所以呢，就大伙也挺支持。就在复建哲里木盟会盟旧址的同时，包白因特古斯也通过搜集其他资料，系统地梳理地方历史。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张罕见的老照片。这张照片是自幼生长在巴彦呼舒镇的塞西亚拉图家人的照片。照片中的地点，楼宇俨然，庭院宽阔。如今年过七旬的塞西亚拉图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张照片拍摄的地点。在图什叶图亲王府的花园，有一座人工堆砌的土山——童子山。童子山旁边这些与图什叶图亲王府同龄的蒙古黄榆、汉柳，依旧还保持着一个世纪之前的旧貌。照片拍摄的地点是塞西亚拉图儿时经常玩耍的图什叶图亲王府。这座占地面积大约4万平方米的建筑，距离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20千米左右。官员贵宾举行礼仪这样一个场所，这个议事厅呢，就是王府的建筑等级最高的一个场所。这是一个七开。图什叶图亲王府整体为传统木结构建筑，青砖灰瓦，其中正院、城墙、城门、炮楼、园林、护城河等设施一应俱全。建筑模仿北京紫禁城的布局，吸纳了汉式建筑的风格，雕梁画栋，富丽恢宏。塞西亚拉图成年以后，了解到了这座恢宏宅邸建造者的尊贵身份。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科尔沁部首领奥巴被努尔哈敕封为图什叶图汗。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奥巴长子巴达里被封为亲王，成为第一代图什叶图亲王，名列内蒙古49旗王公之首。科尔沁部由于实力雄厚，在历来的联姻关系中一直备受重视。清朝皇室与漠南蒙古科尔沁部密切的联姻关系，几乎伴随了清王朝的始终。其中，皇太极
这种表演情绪饱满、故事妙趣横生的蒙古族说书艺术，曾经是科尔沁草原上无数人的童年记忆。在科尔沁右翼中旗，人们把这种艺术形式称为乌力格尔。乌力格尔汉语意思是说书，因采用蒙古族语言表演，故又被称作蒙语说书。当地人把表演乌力格尔的人称为胡尔奇。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常常把胡尔奇当作贵客请进家中通宵达旦的演唱，一部曲目要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能唱完。蒙古族小伙子格根朱格是一名年轻的胡尔奇，受父亲的影响，他对这种草原上传统的民间艺术充满感情。格根朱格的父亲赵日格图就是一位当地远近闻名的胡尔奇。赵日格图从小就喜欢乌力格尔的表演，跟随老艺人学习艺术表现技巧的过程中，赵日格图了解到了这门民间艺术的传承历史。一个人，一把四胡，行走在无垠的草原上，四处漂泊，以说唱养家糊口，是历史上大多数乌力格尔艺人的真实写照。在长期辗转于草原的演出中，赵日格图积累了丰富演出经验，也大量翻阅了早期的乌力格尔历史资料。他发现乌力格尔演唱的故事蓝本从蒙古族民间传说开始，逐渐加入了诸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汉族古典文学故事。这一细节让赵日格图关注到了乌力格尔的发展历史。乌力格尔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到了清朝中叶，伴随着瘴地开垦，农业开始渗入到内蒙古地区，同时也带来了汉族的文化。1927年，当时的图什叶图亲王府邀集上百余位远近闻名的乌力格尔说唱者，举办了一次盛大献艺竞争，场面恢宏。2006年，乌力格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赵日格图和格根朱格父子俩同时投入到了传承和创新乌力格尔的工作当中。从小跟随父亲登台的格根朱格，很早就展露出音乐和表演的天赋。大学期间，他发现身边的同龄人甚少了解这种草原上的民间艺术，因此决心接过父亲的四胡，传承乌力格尔。格根朱格利用放假回家的时间继续向父亲学习，并且思考着如何让古老的乌力格尔成为现代人乐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传统的乌力格尔说唱艺术表演形式多样，无论是单人作说作唱还是群体表演，都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在乌力格尔表演过程中，用来伴奏的四胡配合着表演者的表演，
曲调和节奏也变化多样，将听众带入不同的情境，充分展示了蒙古族曲艺艺术的独特魅力。格根诸格沿袭了传统乌力格尔表演过程中演唱者通过说唱和演奏自由转换角色的方式，随后他又和父亲一起将蒙古三弦、蒙古鼓这些乐器加入进来，并且对乌力格尔的经典段落进行了巧妙的编排。新编的乌力格尔曲目在声音元素上更为多元，短小精悍的故事片段也更适合现代舞台的演出。2019年，第12届巴黎中国曲艺节演出暨颁奖典礼在位于塞纳河畔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中法两国160余名嘉宾参加了活动。格根诸格演出了包括乌力格尔出战在内好几个曲目，精湛的表演赢得了极高的赞誉。说唱艺术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弥漫着青草和泥土气息的乌力格尔，在科尔沁草原上几代人的传承下，带着草原牧人的情感温度，拥有了冲破语言、民族和国别界限的力量。2018年，巴黎国际服装服饰采购展、意大利米兰时装周、中国国际时装周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时尚盛会上，一批带有蒙古民族特色纹样的服饰惊艳了世界。与一般时装周常见的服饰面料来自相对集约化的生产线不同，这些刺绣作品蕴含着独特游牧民族的气息，色彩艳丽，花色独特，纹样别致。他们的创作者是来自科尔沁右翼中旗农村牧区的游牧民，这些绣品是来自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的蒙古族刺绣。白晶莹是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蒙古族刺绣的带头人，他从小跟随母亲学习刺绣技艺，这些年来从蒙古族刺绣纹样的发掘整理，组织农牧民刺绣生产，开拓市场，白晶莹见证了科尔沁右翼中旗的蒙古族传统刺绣产业的继承和发展。科尔沁右翼中旗图什叶图亲王府刺绣饰品曾在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段内作为贡品上呈清廷，同时作为珍贵的赠品在科尔沁诸蒙古王宫之间盛行。因为科尔沁部较早的与后金政权接触交往，所以服饰文化上也一定程度地受到女真服饰的影响。不同于此前蒙古族服饰以实用功能见长、刺绣和装饰很少的特点，科尔沁服饰对质地、用料、款型和色泽都有讲究，尤其注重刺绣等精巧的装饰手法。科尔沁右翼中旗蒙古族刺绣的针法众多，除了能在丝绸布匹上刺绣外，还能在毡子和皮革上进行绣制，所用的绣线也增加了驼绒线、马鬃或牛筋线等质地较硬的材料。
让他们学刺绣，培养这个技术，然后呢做一些小产品，旅游纪念品。绣工的培训做好了，优秀的绣品渐渐开始层出不穷。但是如何把这些绣制好的产品转换为商品卖出去，怎么形成产业化发展，问题又摆在了白晶莹的面前。我们年轻的大学生团队得往外营销，营销以后打开局面，让全国各地的人要了解克尤中旗蒙古族民族的这个历史渊源和文化。在克尔沁右翼中旗新加木苏木新发嘎查，刚刚大学毕业返乡的彬彬正在根据市场的反馈和订单，向新发嘎查的绣娘代表派发工单。他和一批同样选择返乡创业的同龄人一道，通过网络进行市场调研开发，进行文创产品的设计和推广。他们根据市场反馈所提供的订单和创意，会定时发放到各个乡镇的绣娘手中，进行产品的定制生产。不管是哪个展销，只要一听说有展销，我们去，所以就慢慢就是打开了之后，把这个订单，看图纸大小或者框画大小，把布料啊这些那我都剪好，然后再送过去给那个绣工，我说这个要订单，绣完我再拿过来。返乡就业的大学生开拓市场，绣工刺绣，车间组织生产，一条依托蒙古族刺绣诞生的民族文化产业链逐渐成型。经过短短两三年的发展，克尔沁右翼中旗建立起了中国蒙古族刺绣文化传承保护基地，由当地牧民巧手制作的蒙古族刺绣产品开始远销国内外。其中作品芍药绽放被作为礼品赠送给马耳他驻华大使，获得了很高赞誉，国内外知名时装周等时尚活动的订单也渐渐多了起来。飞针走线之中，色泽浓烈的蒙古族刺绣已经成为克尔沁右翼中旗的一张文化名片，细密的针脚勾勒着这片草原过往的荣耀，也承接着它绚丽夺目的未来。2017年7月19日早上6:10，沈阳北至西哲里木健康旅游专列57818次列车驶进克尔沁右翼中旗巴仁哲里木镇西哲里木站。草原健康旅游专列是克尔沁右翼中旗打造的健康旅游专线，这条专列的开通，除了助力克尔沁右翼中旗旅游产业的发展外，还和一个人密不可分。他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医药的代表性传承人王不和。在巴仁哲里木镇哲里木嘎查的西山顶上，有这样一座敖包，虽然不算大，却被人们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随着时光的流转，这座山顶上的敖包在人们心中渐渐变得愈发高大。这是病愈的患者志愿为巴仁哲里木镇红十字博爱救助站的王不和医生垒建起来的。王不
病送药。我小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咱们当地老百姓给我帮助支持，我来在我的今天，我来永远我不能忘记。我来最基层的能牧民患者，我一辈子在给他们服务。王不和大夫所在的巴仁哲里木镇红十字博爱救助站，每天平均接诊几百人，最多时甚至达到一天800人。30多年来，累计接待救治患者近100万人，很多患者志愿为王不和出资捐助，而王不和则将这些费用全部用于减免经济困难的患者的医药费用。中国人物候选人，他精湛的医术和2020年8月，一部名为《枫叶红了》的电视连续剧在央视综合频道热播，取得了极大的社会效益和良好的口碑。而这部电视剧的剧中人员原型和拍摄地，就坐落在科尔沁右翼中旗代钦塔拉苏木。该剧讲述了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阶段，中国北疆巴图查干嘎查农牧民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斗、齐奔小康的火热场景。电视剧播出以后，这个富有年代特色的小镇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影视拍摄基地。为了弘扬草原民族特色，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其政府正在规划在传统的草原苏木中展示更多活态的民族艺术和手工艺项目。这段优美的舞蹈是当地人以科尔沁草原上青年男女的恋爱和婚礼为原型创作的表演。在代钦塔拉苏木，
像这样富有草原特色的艺术不断创造着新的韵律。选用印度式中花纹清晰的枫木，自然风干年份久的木材为上佳，琴香的比例、板材的薄厚、蒙皮的制作工艺都直接影响到音质和音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哈达正在制作一种传统的蒙古族乐器潮儿。哈达选用熟制好的牛皮，依照琴箱的大小进行裁剪，尺寸合适后，把牛皮放在清水中经过两天两夜的浸泡，软化后将皮子一点一点地蒙在琴箱上，再干燥十几天，琴箱的制作才算完成。历史上，潮儿这类乐器的琴头并不像马头琴一样雕刻马头，而是以一种被称为马特尔的造型。哈达希望恢复最古老的乐器形制，向远道而来的外乡人推广家乡的音乐。慕名前来拜师学艺的徒弟络绎不绝。作为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工艺非遗传承人，从最初的演奏者变成如今的非遗传承者，哈达希望能将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工艺的火种传承下去，早日建立起一个蒙古拉弦乐器博物馆。古朴优雅、低沉纯美的潮耳回响在广袤的草原上空。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科尔沁右翼中旗全力打造舒林草原、风情马镇等旅游品牌。无论是五角峰、蒙格罕山、乌力胡舒自然保护区，还是七彩滑道、民族特色小吃一条街、采摘体验、动物养殖、风车长廊等一系列特色旅游度假休闲的项目，在草原上星罗棋布的村落中建设起来。以霍林河为轴心，科尔沁右翼中旗在蓝天碧草的环境中寻求发展。古老的脉搏与新时代的活力碰撞交融，迸发出强劲的生机。鲜花盛开的科尔沁草原曾经留住了先民们迁徙的脚步。数百年间，霍林河的流水未曾停歇，潮耳的乐声从无休止。南来北往的交流中，科尔沁右翼中旗的色彩愈加明艳丰富。从游牧到定居，从闭塞走向通途，古老而又年轻的草原谱写着一曲温情的长歌。日升月落，牧歌悠远，马背上的民族追赶着太阳，原野中的家园通达四方。